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达西，可以请你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今天藏台连线跟十二个 NGO 在金门这边举办 Resist China Freedom Now 的记者会，那为什么选在今天？为什么选在金门？那为什么要举办这个记者会？那有多少人参加？好，那我们的第一选到今天是因为从来在十月一号中国国庆日那天，我们没有办过那样的活动，到现在。然后可能三四个月之前，跟我们一些组织、一些西藏独立运动的我们讨论的时候，那觉得可能2008年在世界各地有办了很大的一个活动，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有一个 Olympic Torch 中国的Olympic， 所以刚好拿这个结果，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到很多很大的global campaign。那今年来讲，就是因为病毒的关系，在世界各地真的有很多麻烦。那西藏，我们已经联网到60多年，在60多年，达赖喇嘛，或者是我们的CDA 啊，或者是有西藏的很多非常多组织，在世界各地做了各式各样的活动，要解释每一个组织也是会代表600万的藏人在西藏里面的。世界了解真正的西藏的情况啊。那今年来讲，在世界各地上很多很多人也有因为武汉病毒的关系，他们有了解中国的中国政府、中共对人民的那个部分，所以觉得我们应该10月1号，所有人是中国的国庆日，但是中国自己。不止少数民族，那我们觉得，因为所以今天拿了这个10月1号的中国国庆日的天，在世界各地我们合作的一个150几个的 NGO 在合作的一个 campaign。所以我们选择金门，不是在台北，选择金门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什么？对，因为我一个西藏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金门就是这边以前在台湾国民党。军队是有跟中共打仗过的一个地方。那今天虽然我来这边，昨天到现在，我们有看到很多地方是非常有 touch 的。那特别今天我们办的那个记者的那个地方，我们一部分会提到西藏里面的状况，中共打压的部分，但是一部分会看到中国，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哦，因为你们选择北山播音墙，是因为它就是距离中国很靠近之外，它也是一个传播就是过去新战喊话的地方，会那个声音会放给中国听到，所以你们才要想要在那边把声音传递给中国吗？是因为要中国人要了解，就是民主国家史上的老百姓都有权利，所以今天我们那边也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喇叭，可以要解释民主我的国家上的老百姓的权利。一个老百姓可以像我们西藏流亡政府也是，就是在一个别人的国家上，我们是一个难民，也是有一个流亡政府。但是那个流亡中也是老百姓给我们一个民主的教育。今天我们自己投票，老百姓投票选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所以呢，中国的人民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所以从今天我们去接受那边会报道。所有的在民主国家上的那个权利跟这些，我看到你们在那个记者会上面，你们拿的旗子事实上不仅仅只有西藏国旗，那还有看到很多其他的国旗，所以事实上不仅仅只是西藏议题，还有包含其他的议题吗？对，因为那个是我平常会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中共对人民是不分的啊，不管我们在这边，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中共的洗脑部分，大家觉得汉人跟藏人中间有很多矛盾的。那坦白讲，藏人我们非常了解，
们也没有讨厌中国人，我们觉得中共底下的所有的人民真的不快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蒙古的国旗，还有维吾尔的，还有香港的，还有台湾的。所以中共部分你是汉人跟藏人，你不听他的话自己会杀。所以我们平常说，像我来讲，到现在我没有去过我自己的国家，包括达赖喇嘛专制一些，他没有回去他自己的家。同时一样，中国的民族人士那么多在世界各地，他们也没办法回去他们自己的家。所以说中共没有分汉人跟藏人，两个都不让我们回去啊。所以觉得我们大家要团结，那团结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有一天我们的团结的力量会改变中共的时候，不止西藏，是大家会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今天你在记者会上面也特别的提到，就是那个达赖对不起那个班禅喇嘛跟那个杂西文色，那你今天在记者会上面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西藏是60多年在世界各地有提过，中共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世界各地上联合国的场地上，中共很会答应，就是说他会关心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那如果说真的他会关心的话，那为什么班禅喇嘛已经关在监狱，已经25年关在监狱？那他是从6岁开始绑架，那还有另外一个假的班禅喇嘛派出来的，他主要的目标是因为他要想派出来15次达赖喇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中共自己不了解藏传佛教，所以他觉得可能他自己可以派出来的。因为达赖喇嘛专制曾经有提过很多次，15次达赖喇嘛一定会出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上，一定不管是谁，但是他会继续保留14次达赖喇嘛的工作。所以说他一定要关心人权、自由、民主等等，所以他不可能会中共会派出来。那他的目的地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因为西藏宗教的传统上面来讲，班禅喇嘛认同达赖喇嘛的传世，达赖喇嘛会认同班禅喇嘛的传世，所以那现在达赖喇嘛已经85岁了，然后班禅喇嘛他已经绑架了他自己在中国佛上，那他自己也是也派出了一个假的班禅喇嘛，所以那个部分他可能觉得有这种机会，但是我以藏人的角度来讲，没有那么简单。让达赖喇嘛专制对我们来讲，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损失。他还没离开之前，他什么都会安排，然后他会关心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字。那这样的话，但是我是那个年轻人，他从来没有跟中共谈过一个政治的部分，他也没有说要西藏独不独立的事情，他就是要保留西藏的文字，那关在监狱。所以我今天要提到这些。那同时一样，在蒙古也是现在是非常非常苦难中，蒙古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文化，他自己的语言也消灭了，没办法用这个。维吾尔也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所以我今天你看到很多国企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觉得应该大家要一起团结的力量，团结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看到，就是今天除了在记者会之前，事实上你们，我知道你们也参与，就是有看了很多金门，然后看到厦门，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近的。那这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压抑？因为可能过去会觉得说中国比较遥远，可是今天来到金门，来到小金门，看到中国是真的非常的近。那包括最近就是中共的军机又一直的就是侵扰台湾，那你会不会觉得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为了就是抵抗中国，或是捍卫全世界的民主，是一个中国就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对，我今天还是我反正就是很早期有提过，就是说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台湾可能可以，台湾就是这个国家可以影响中国，可以教中国的人有未来的中国要怎么改变，他应该要学习台湾的。因为今天全世界的现代的人觉得武器跟这些是没办法控制人民，所以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台湾来讲，是民主的教育，可能这个民主的教育可以影响到中国。那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现代的中国人了解台湾的民主的发生、民主的教育的时候，那应该人民会改变政府。
那特别今天我在我们活动的时候看到厦门中国蛮非常近的，是应该是今天第一次我看到那么近的一个中国。那个时候还心里面觉得啊，看起来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国家有盖了很大的房子，看起来很发展的感觉，但是心里面觉得那个人民这边住的这些人是完全没有权利的。今天在我是一个难民在台湾，我今天很激动独立，我这边做那么大的活动不会怎么样，那一样在那边的这些人住在那么很大楼，跟那边这些人是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所以觉得好可怜啊。好，那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这样。OK， 好，谢谢。